跟二百萬，咁啊打身啊嘛！阿媽，讓你一鋪先使咋？嘿，是你好彩，我真係射嚟噶。爸，恕我射嘅。對唔住啊，睇錯咗月禮花，我第一次玩嘅啫，都當我贏啊！嗬，唔緊要啦，玩多鋪啦。嗰條靚仔啊，死好味。你唔係好熟嘅咩？華明嘅水魚啊，點會熟啊？ 佢想同純語傾偈，幾好牌喎嚇？我話五萬啦，我跟。 搞边场啊！搵多啖先啦，搵啲啊，你好饮得噶嘛？靓仔，做乜成晚唔睬人噶咋？倾一撇，又要我问牌啦？好，30万。 跟30大八七，你跟就200。咁啊，吸手烟，我唔信你咁好牌，87万，系咪？我都有烟啊，你吸手烟咁犀利，我晒你啦。好啊。 咁啊，散啦！我烟倾 two， 你吸手烟都会输俾我。唔好意思啊，唔系吸手烟嚟嘅，系生条鱼啫。老板，老板，倾二一批，翻嚟我倾一批200万。唔好意思啊，我谂住啲钱赢翻嚟，冇乜所谓啫。 你望到流晒鼻血，老五，跟埋帮手，你知唔会搭边个噶啦？我知。你点知啊？你望到流晒鼻血。
field to train dog. Thank you, Musa. Sam,
好嘢，攞咗底牌有咩用？攞走系上集，放翻入去就系下集。点放翻入去？唔讲得，我教咗你哋三个十几年，每人一道绝招，都系你哋自己先知巧妙。嗱，我教傲、落汗、落记号，我教你捉心理，教阿兄偷牌，每人一招，好功夫。阿俊，嗯，其实你哋三个当中咧，我最睇好系你嘅，更加因为我同你爸爸系生死之交，我因为嚟迟咗救佢唔到，我觉得好内疚。阿俊啊，你哋记住啊，你细佬爸爸你冇见过佢嘅，佢个样好奇怪，永远好似喺度喊度喊到笑紧。笑得你个身都寒埋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！但系由揾到你嗰日开始，我就已经决定咗，我一定要呢个细路出人头地。契爷，你教咗我好多嘢，我应该好感激噶。而家有一个机会可以令到你出人头地嘅。你话过做我哋中赌徒，越低调越好噶。真正攞正牌、赢大钱嘅就系赌场。好像我哋呢啲咁嘅赌徒，永远都是赌场的敌人嚟嘅。而家有一个机会，令到你可以成为赌场的主人，变成赌神。其实东南亚的赌场一向都比欧美同埋澳洲的赌场低微，佢哋觉得我哋唔够专业，而且又被黑社会控制，所以最近东南亚的赌场呢，高层就开了一次大会，决定搞一个赌神大赛，选一个赌术最高的人来到出任东南亚赌场的总裁，负责监管和杜绝所有的赌签活动。我觉得你和阿敖应该去参加。契爷，我都冇面得。其实你已经青出于蓝啦，我觉得你够资格。契爷，够资格嗰系你啊。我老啦。识后生嗰阵啊，我同所有嘅赌场啊好多牙齿痕嘅。不过咁，我会做你嘅军师嘅。契爷，咁啊敖哥点啊？佢只系你嘅副居啫。我叫佢去参加咧，就只系想决赛嗰阵喺张台嗰度多过自己人咁解嘅。阿俊，我就得一个女阿兄，你哋两个之间感情我系好清楚，你唔使掩饰啦。你哋两个之间嘅眼神呃唔到我。我哥佢知唔知啊？唉，佢只系当阿兄系妹啫。我觉得呢一两年嚟，佢当我好似仇人咁。嗱，佢点谂我唔理。喺我心目中嘅女婿只得你呢一个。你成咗赌神之后，我就将阿兄嫁俾你。七爷，九叔嚟咗。哎呀，九哥，哎，真系好意思，又要两位封落嚟。哎，我哋入房倾啊。信用，我话过嚟揾你噶嘛，出咗面罩。抹咗啲油啊，抹咗啲油啊，啲牙水喺边度？我点可以俾你睇到我而家咁嘅样噶？吓？嗰条有乜咁特别啊，小姑娘？你心头都秘密先，宁死不报。我怀疑佢就系我中意咗十几年嗰个人啊！你听日澳门啊？我好少朋友，呢件事都唔知同边个分享好，所以我谂起你。你唔惊我出卖你啊？我
我都冇分得出边个会出卖我，边个唔会。多谢。嗨，有咩咁好倾啊？我知道你叫高振，高振是一个好名嚟嘅，系一个啊惊天地又一鬼神，啱细路又啱大人嘅好名，系咪？自己在讲紧啲咩啊？其实我哋之前见过噶啦，你记唔记得啊？记得。你嗰晚赢好多钱。唔知嗰晚啊，喺十七年前嘅公园度，我哋两个见过，你救咗我，所以你额头留得咗笪啦。你颈上面挂住嘅系死者嘅戒指，仲有喺骑带我走嗰晚，你匿埋个仔度想救我，但系你好痛，所以睇住我俾骑带走。你咩都记得晒啊！块面好轻啊！